Rogers 808577 Bell 网络电视七赢台 WOW TV 每天为您送上精彩的中文节目。现在就赶快申请收看 WOW TV 吧。你们猜这是哪儿啊？你们看，这像不像一只摘棒子被薅起来的兔子啊？没错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高丽省。你们看，高丽男生气宇轩昂，高丽女生粉嫩娇爽。虽然高丽紧邻吉林辽宁省，可是他们的性格反差却很大。他们疯狂地热爱自己的高丽省，开外省产的车都算是反贼，想上牌照就给你乐不思蜀。他们的足球水平了得，当年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葡萄牙这些世界强队都败在了他们的脚下。不仅因为球员都吃了高丽参，更是因为裁判都发现啊，他们的祖先是高丽的。然而他们不擅长棒球，因为需要把棒子往地上扔，他们感情上受不了。他们只关心自己省里南北那点事儿，觉得省外的人却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可是许多人都落户到了山东省和东北三省，他们呢还老说这些省熊不如老家好，却都赖着不回去。哎，科学家你来了。哎，你这是干嘛呢？哦，这是玩高科技呢。什么高科技？不就是电脑吗？这电脑可不简单啊，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是程序，一部分是存储。这个说的倒是没错。这程序啊，就是铺一层白菜，撒一层盐，放一层辣椒面，铺一层白菜，撒一层盐，再放一层辣椒面。啊？这存储可不容易，你要把它放塑料袋里，把气儿抽了，这要是存不好了，长了白毛可就没法吃了。感情说的是高丽泡菜呢，还说是高科技呢。高丽省啊，就是泡菜最有名，一个萝卜能给你做出四道大菜来，腌萝卜丝，腌萝卜块，腌萝卜条，腌萝卜片。然而他们的鸡也很有名，除了炸鸡、烤鸡、LG， 还有参鸡汤。参鸡汤呢分为两种，普通的是高丽参炖鸡，第二种呢就是吃高丽参长大的鸡，这种鸡一般只有晚上才有。我决心要成为大长今一样的有名的宫廷整容医师。我看你成为整容医生以后啊，先把自己拾掇拾掇。我这么美还用整吗？可倒也是，像你这样的破相就算整容了。哎呀，这不是科学家吗？哎，沈伟书记你好啊。什么师弟不师弟，还像以前一样叫我小卢吧。可是我以前不认识你啊。你认不出来吗？我是当年大明河派的夏雨湖。哎，看不出来你之前不是女的吗？哦，我整容了。那怎么连性别都变了？哦，刮象眼皮，挺了一下鼻子，修了修我的骨头，可没想到有个小小的问题。好嘛，你这手术做的把上面肉都整到。高丽整容业繁荣是因为他们的脸比飞机场还平，脸平嘛才好在上面发展。其实啊，虽然都整容，但不能说高丽人都那么虚荣，长得难看不想出来吓人，可以理解嘛。接下来科学家就为大家展示如何去追高丽女生。啊，你不是不会中文吗？我没关系吗？啊，行行。哎，你看，我发明了一个天线挠头按摩器。好厉害呀！好舒服啊。你这么聪明一定是高丽人吧？嗯，怎么会呢，我怎么会是高丽人呢？我说你是你就是粗个来啪。哎，高丽人都富有想象力，说什么孔子啦、屈原啦、达芬奇都是高丽人，就连机器猫都被说是他们那边的人。这个时候如果你斗胆站出来纠正他们常识性错误的话呢，一定招来他们一顿羡慕嫉妒恨。更不幸的是，要是碰到这么一个野蛮女友，就算你倒霉了。其实想要追到高丽女生，你只要花费点时间，卸载一部高丽偶像剧，
从头看到尾做好笔记，男主角的动作了台词都烂熟于胸，你也不必要浪费时间去下另外一部了，因为就像生活动作片一样，每一部的内容都差不了多少。哎，总结出一句心法口诀，那就是照葫芦画瓢，照玉米画棒子。接下来科学家教你用科学的方法薅到高丽女生。你走吧，我们不能在一起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很开心吗？我不是富二代，我没车没房也没钱，我养不起你的。这很重要吗？难道我们感情就这么没了吗？你还不赶快从我眼前消失，我已经心有所属了，不想见到你了。这是什么？你得了绝症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滴滴，哎，钢琴车啊！你好点了吗？你们看，你没得绝症 ，X 光进了点灰啊！做我女朋友吧，思密达。实际上，当时我还是挺喜欢你的，思密达。好，네좋아요。你们不能在一起啊！我查出来你们是失散多年的兄妹。啊！他还会整容了？啊啊！腌萝卜丝、腌萝卜块、腌萝卜条、腌萝卜片。然而他们的鸡也很出名，就连机器猫都是被他。完了，不好意思。啊！你认不出来我吗？我是当年大明和派的夏雨湖。